那边比较好啊，那边可以躲太阳。另一排的鲫鱼饵，加上万香网，还有冷冻的半块，好。大白天钓到好山，好吧，放他回家吧，拜拜。之前有讲过啊，水浊，钓新一点，现在是新的。
办？怎么是一直拖分这么多？坑哦，要修。您。
一下吧。
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有这边钓的垃圾带走啊，哇，这边头等超级多的拉爽爽。好啦 ，OK， 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